去年三月认爱小七岁圈外男友小徐，没想到在今年三月又惊喜宣布怀上男宝宝小腰果的好消息。今天他也在 Podcast 节目中透露，自己脐带够粗，所以代表儿子养分吸收的特别好，连营养师都预测他儿子出生后应该会长得很有成就感，让他忍不住笑说：“是看到我跟爸爸的体型吗？”但坦言，身为一个妈妈，还是希望宝宝能健康吸收良好。而近日不少粉丝发现，他怀孕后就鲜少更新动态，会把重心放在宝宝身上，也让粉丝担心他生了孩子会不会暂时退出演艺圈。他回应表示，工作步调的确会有所调整，但没有退休打算，笑说：“放心，小孩长大了就会回来。你看多少人生完小孩就回来，唯一确定的就是 Podcast 节目不会停，会继续和粉丝分享生活趣事。”